我觉得，哎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你特别像郭靖他妈。像不像？那个衣服呢？衣橱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像不像郭靖他妈？世间是否痴缠在歌？很像你阿姨，特别像郭靖。哎，你这个不能这样子系，来，我给你穿。你这穿的怎么穿成女人了？那怎么穿？你穿错了，哪有这样穿的？还郭靖他妈呢？你是郭靖他妈？胳膊抬起来转圈，转，慢点转，慢点转，转，哦，转。大姐，你是想让我晚上少吃点是吗？系得高一点，看起来腿长吧？不能，系得高了就错了。转匀了，必须跨在腰上。小腹疼痛。好。啊，对对。节目组拿来的啊。英雄宴，今晚英雄将享受最高待遇，一切行动听从英雄指挥，晚餐由英雄分配座位，并可从中挑选两人与自己同坐分享美食。从中选两人，那也就是其他的人在旁边看着呗。张总，我觉得你今天真的是完全体现了你的气质，穿得特别好看。然后我一直觉得你是歌唱的好，人品又特别好，所以我觉得真的从这个节目到现在一直跟你感觉是非常一致的，心有灵犀的。我跟你讲，虚伪的人啊和真实的人一看就看出来。我好冷哦。两位英雄分配下来，女英雄唐大姐你坐这边，随便坐吗？黄玲坐这边，你坐到兵哥和醒哥中间。是啊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有西红柿，哎，豆腐，素菜全部放这边，放在我跟前就行了。大王不让你吃，你吃不成了。大王，等一下，请你吃杨艳。大王，想着吃这个就行。啊，没有，虽然你离大王甚远，但是大王对你甚是挂念。甚远。不能有那种表情。咋的？大王说你不乐听啊？我就吃了，还咋的？你来打我呀？打呀！嫂子，我要吃辣椒面。现在开始，阿兰吃什么东西都不可以碰辣椒面。我看一下是可以的。园里有没有这个大王？园里要有干嘛？放在心里的。啊，对啊，心里有没有这个大王？有。那你还吃不吃辣椒面？你在我心里。我问你吃不吃辣椒面？敢称大王为你。我不吃了行吗？那我什么时候能吃啊？拿过来，拿过来。我看那个，看那个。来到我家来，我们用蒙古人最高的礼节口天羊。啊，谢谢你。哇，这真的是大餐。这恩塞俺们的木块，恩塞你们的木块，不喝酒咱的酒店。好嘞好嘞好嘞。两位英雄，你坐一下点点。啊，英雄英雄来自最后人才进。你有点坏掉。张伟大王是吧？大王，我就是大王。大王给我们献首歌呗。这个各位东道主啊，我献歌一首，这首歌叫做草原上升起不弱的太阳。
蓝蓝的天上白云飘，白云下面马儿跑，挥动鞭儿向四方，百鸟齐飞翔。我会骄傲地告诉他，这是我的家乡。哎，今儿我是大王，今天让你过足瘾，大王。谢谢。还沉浸在蒙古包里的热烈气氛中时，其实场外还有一场惊喜正悄悄地等待着他们。没有啊，观察你的嘴巴，你嘴巴长得特别的好看，是因为练呼麦练的吗？就你好像是用到舌头的不同的，就是用舌尖去顶不同的部位，对，去顶不同的位置，造成腔体的变化，然后共鸣不一样。他们发现在草原上，就是那种低频的东西，它其实传的会很远。什么关系？我自己的感受是，我觉得大自然，包你这样静静的听的时候，大自然有一种频率，那个频率很低的，那个跟呼麦的那个低频在一起是可以产生共振的，这是我的感受。对，同志们，我的手机怎么不开了？晚上谁喝多了？你没有？我没喝多。那个在哪看到这些？大王喝了不少。大王入戏太深。伟伟，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节目？我倒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啊！我从大学出来之后，就没有这样的机会去充实自己。两年，掏空了已经。
你觉得你参加这个节目有没有获得一些什么？最初的初衷还是取悦于自己，自己开心那我就来。就是这两年以来啊，嗯，这个没有像这样的交朋友的。对，我跟老曹老早就认识，但是没有这样的机会。对，我跟他，因为大家都特别忙。你想想，你不到内蒙，你怎么吃到这样纯新鲜的手扒肉和烤全羊？你不到侗寨，你怎么体验他们那边的牛骨琴是什么音色？对，你如果真的不到康巴，谁知道康巴汉的胸肌那么发达？聊不下去了，到了。我当时觉得，如果咱们还能有这样的，那我还能。我现在开始期待我们的下一次旅行。